怀孕胖太多，妈妈宝宝现危机。我健身够最重5350公克啊，自然生产艰难产，投出来的身体出不来。妈妈就是在她怀孕的期间，然后吃太多东西，她整个孕期胖了30-40公斤，那小孩真的是巨婴，5000多公克，我们把一出生就有糖尿病，妊娠糖尿病的患者1/3将来会变成这种慢性的糖尿病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